萨见乃起身肉人，背负欢喜，坐如是念：我得善礼，此等众生是我福田，是我善友，不求不请而来见我入佛法中，我今应当如是修学，不为一切众生之心。菩萨作如是念：此五欲者，是正道法，乃至正爱无上菩提。是故不生一念欲想，心静如佛，唯除方便教化众生，而不舍于一切智心。佛子，菩萨不以欲因缘故恼一众生，宁舍生命而终不作恼众生事。但作是念：我当常为众生说法，令离一切恶，断贪嗔痴骄慢富藏奸疾谄狂，令恒安住忍辱柔和。永不舍离大菩提心，恒不退转化众生心，转更增长大慈悲心，与一切众生作所依处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习六波罗蜜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应离七法。何等为七？一者，离恶之事。恶之事者，所谓叫人舍离上性、上欲、上精进、极重杂行。二者，离于女色，贪着嗜欲，遐袭世人而与执事。三者，离于恶觉，自观形容贪习、爱众、染着、守护、未可久保。四者，离于嗔恚、傲慢、嫉妒、兴起争讼、坏乱善心。五者，离于放逸、骄慢、懈怠、自恃小善、轻蔑于人。六者，离于外道疏论、
即世俗文颂，其是言辞，非佛所说不应赞颂。七者，不应亲近邪见、恶见。如是七法，所应远离。如来说言，不见更有余法深障佛道。如此七法，是故菩萨应当远离。若人发菩提心，应当观察世心、空相。何等是心？云何空相？一、心明意识，即是世因、意入、意解。二、心空相者，心无心相，亦无作者，何以故？是心相空，无有作者，无始作者。若无作者，则无作相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命，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，智慧与慈悲，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，获得安乐。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。因此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保护一切生命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、07-221-2323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乘佛教是要我们去慈悲啊，向各位来放生，放完以后心情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哦，招请四十方快乐啊，慈悲的快乐，所有的快乐来自于利他的心态，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私的心态，你又想到你自己又痛苦了。所以呢，佛教我们无我利他，整个菩萨道的内容就是这两个，来念一下，安住空性，不舍大悲，啊，就是让我们心里安住在这种无自性空，一切都幻化的，要这样子想。再来呢，又不舍大悲心的去利益众生，佛教就是这两个，这两个圆满呢就成佛了，啊。但是很多人因为讲到空，然后就不去利益众生了。那有些人天天利益众生却很执着，那都不行，啊。这叫两个都要平衡，所以叫什么？来，悲智双运，啊。对，就要如此了。Om Mani Padme Hum就是悲智双运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悲智双运，啊，要让我们感情跟理性合为一体，啊，合为一体，人有感情，啊，人有智慧，要把这个东西合为一体，而变成一种成佛利益众生的意志。但是因为现代人的习惯，那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语言跟方法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呢，讲故事给小朋友听。啊，到学校，这是我们的教育中心。古早符合安那团阿公在树啊卡讲故事和孙啊听安尼的团体啊，啊，那现在我们要用这个方法，哦，你也讲故事去公园到任何地方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听一听东西，现在有电脑很方便，你要用什么形象去讲都可以，你要是讲都一定要用和尚来讲，谁听啊？啊。各位，你长得很漂亮，你讲话很有，像我今天早上看孙悦，对不对？孙悦他给人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啊。现在虽然八十几岁了，但是劝人家不要抽烟，对不对？劝人家布施，这也是个很好的形象啊。所以，但是社会会接受他，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，很简单。特别跟我们又有佛教做道理，那你们胡搞这些困难，就下面。佛法这么好，但是太深了，听不懂啊！没有不是日常语言，他觉得这是很太专业了，或是你们很佛教化，这也不方便啊。所以我的师父也要求我要啊，跟阿公阿嬷恭维啊，听无就好啊啊，要时时刻刻要接待别人啊，深入可以，一定要浅出啊，但是动机要正确。所以我想，让我们生活保持在这种利他的菩提心。你会觉得很有意义，而且像我自己，我每天都观修死亡，已经习惯了啊。比如说早上开车来，我的喜欢安怎死的，啊，那大卡车大挤乱，那剩一块肉呢，怎么死去啊？但是这个很正常，因为是一秒钟就会发生的嘛，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我那个时候保持什么心态比较重要？哦，原来我还保持在一个利他的菩提心，所以死是对我另外一个生这样而已，因为。你避不掉了，你用十条安全带嘛，避不掉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本来就会发生的，对我们有好处。要放下，你什么都不执着，但是想的是，哦，今天法会如何圆满，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，一样得到利益，众生得到利益，庙公嘛得到利益，庙神嘛得到利益，海龙王嘛得到利益，像附近土地公拢得到利益，啊，我们这些摊贩来卖佛教文物嘛，探集嘛得到利益。感谢讲嘛，得到利益啊，名扬两利啊，所以我们要去想如何让大家都得到利益啊，所以那我们这样想，诸佛菩萨帮忙啊，哦，所以太阳公公也很高兴，马上出个太阳，让我们有利益力，特别关心啊，然后少一点点风啊，对，我们替他想，他替我们想，就是这样。